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移行观》。我们看一下这个手啊，这个手，这个病人主要的一个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在脚趾头这个地方啊，前端这个附近啊，疼痛的一个感觉。他记得啊，不久前呢、啊，有被什么东西刺进去啊，所以那种异物啊，在那个地方所造成的一个困扰啊，让他这个觉得这个是不是进一步需要考虑到，这如果里面有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要这个地方、啊、要开刀把它割除掉？找出那样的一个异物，好，这就是我们准备真的要开刀，这不用全身麻醉，局部麻醉。可是大家想，局部麻醉那打针打在哪里啊？这是打针针孔的地方啊，有点出血的这个状况，这个没有关系，一下就不会流血。这个为什么打在这里？这边会麻？前端呢、啊？我们在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完全不会痛，而且呢，我们还可以不让他流血。什么不让他流血？用这个手套，我们平常戴的这个消毒的手套、啊，剪下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手指的这个套的那个塑胶套的一个东西啊，再把它套上去以后，在前端那个地方稍微剪个小洞，然后把它这样子啊往上推啊，就好像变成一个这个血流的暂时跟它阻断的那样的一个环状物啊，那等到开完刀我们再把它这个剪断。所以在开刀的一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伤口在这个地方，这病人完全不会痛，而且呢一点血都不会流，然后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这种麻醉跟不出血的状况之下，才有办法好好把这个异物啊给它定位下来，定位下来找出来。你看看，确实啊，一根针那么细啊，那么尖啊，刺在肉里面，原来外面完全看不到，可是这样就给它拿掉，这是解心腹之痛啊，这个好像芒刺在背，把它拔掉。这个病人手是非常重要，他就灵巧起来。可是他还想，这个当然后续我们就会把这个剪断，然后这个地方再缝合啊，这血流就恢复的一个状况。好，为什么麻醉在那个位置啊，他会得到这个病人啊局部那个地方啊，他就不会疼痛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的手，黄色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指头的一个神经啊，这个指头的一个神经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像刚刚这个附近啊，都是可以看得到，这旁边是韧带。那么黄色的这个神经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局部打针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关系啊，就把这样的一个神经啊给它麻醉掉。麻醉掉以后，我们背侧，这刚刚是腹侧，也就是手掌的那个部分，背侧那个地方也有点神经，我们也会再跟它阻断的一个状况之下，那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原来在前端的这附近的一个问题啊，它依然开刀的时候就不会有疼痛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神经的一个分布啊，非常敏感的一个部位在手，所以它的一个神经分布是非常多的一个状况，这样才能够应付啊我们平常的时候要去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它的需要的一个敏感度、精细度，然后运动力跟这个感觉做结合的时候，这个我们才有办法做灵巧的动作。所以没事啊，看看手啊，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人能够说跟其他的动物有些什么差别的话，手的灵巧绝对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不过手也因为这样子，手多出来一个五只手。一般一手五只手指头，两手就十只手指头，相对就会产生出一些困扰出来。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总觉得要带一点什么东西的困扰，好像空空的。很多的女生啊，现在有些男生也是啊，好像不带点东西，似乎就觉得怪怪的。好，手环也这个手腕的地方也戴上手环，手指的地方戴上戒指。好。您看一下这个戒指，这个是安格尔的画作啊，可以看得到这个女生啊雍容华贵，可是怎么衬托出她的这个手部呢？就是戒指再套上去，似乎啊他们就觉得有点画龙点睛的效果。那另外一幅画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女生一样啊，都是局部啊就是手绝对不是空荡荡的那样的一个感觉，都戴上去。好，戴上这个，现在就会觉得很奇怪，没事，为什么还是最主要是戴在这个
这个第四根手指头上面，为什么不戴在第二根、第三根？为什么要戴在第四根手指头上面呢？这基本上跟希腊早期啊，当时的一个想法，就认为说那边的血管呢、这当然是中医啊，不过这个很类似的状况，它那边的血管呢、静脉会直接通到心脏来，所以戴在那里似乎都代表着爱啊，所以才把它戴在这个第四指的这个部位啊，是当时有这种错误的解剖概念而得到错误的一个结果啊，是这样的想法。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到他右手有没有戴手戒指啊？没有啊，戴在左手。那为什么戴在左手不戴在右手？右手不是常常更有机会让人家看到吗？其实这个背后也有点压抑女生的意思啊，告诉什么？这女生是比较顺从的，她这个位阶比较低的，比男生低，在那个时代，现在当然不一样。所以啊，戴在左手表示顺从的意思啊，所以现代的女生就戴到右手去啊，表达那个对她的不满。好，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戴在第四指？从医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第四指因为我们这个每一根手指头，大家不要以为它长相很类似，其实它的韧带还有相互的一个关系啊，并不是完全相同。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动作，我们如果把其他手指头合并起来要往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食指可以蛮往上，那你要反过来你要弄第四指的时候，这个很难呢，这个力道就差很多。所以这个第四指它的一个活动力相对是所有手指头里面比较差的。那这有什么好处啊？因为以前戒指很贵啊，你放在一个比较不会动的地方，它掉下去的机会、遗失的机会就会减低啊。所以戴个戒指啊，哎，好像也讲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啊。这个是考据那样的一个状况。不过那种从手指头通到心的这个管道，事实上是没有。我们跟大家谈另外一个管道，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来医院，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吞咽方面造成的一个困难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只是饭，干的饭。不容易吞进去啊，后来稀饭，后来连开水都有问题啊。那当然给他做一个这个上消化道的一个内视镜的检查以后，就可以看到肿瘤在食道的地方啊，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给他做切片的检查，这是一个食道癌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其他的一个情形啊，也有一些转移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先给他做放射线治疗跟化疗，那么比较状况控制以后啊，然后再给他做这个食道这个地方的一个重建。因为我们这食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跟吞咽的一个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如果这个地方有受到肿瘤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吃不好的状况下，这个病人的营养状况啊也会产生问题啊。所以在做这个放疗跟化疗的一个过程中，对病人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的营养提升以后，抵抗力好了以后，然后局部肿瘤的这个扩散的程度、也比较缩小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时候外科医师啊才有办法把这个有这个癌症的地方给他做切除，然后拿胃啊直接再往上，或者有一些必要的时候要拿大肠的一部分啊直接往上接到食道这个地方啊来做重建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这个病人术后啊就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追踪啊。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事情开完刀并不代表一个疗程的结束啊，后续的追踪治疗还是蛮重要的。那直到两年后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右手无力啊，右手无力啊、结果在一些地方去看过以后，人家跟他诊断是不是中风的状况啊，其实这个不要先想到中风啊，还是要跟那个癌症的有没有相关做一个连结啊。所以可以看得到这边的黑的部位啊比较大一点，这里可以看得到附近是水肿，所以看起来比较黑啊，这是有转移的一个癌症。我们再从正面来看的时候啊，那么肿瘤所在的一个位置啊，所以造成这个附近水肿的状况，而这个位置啊，就跟我们运动的这个手的区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怎么会从那个地方食道癌跑到这个通路是从哪里来？血管啊，我们的血管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这个肿瘤如果比较晚期发现的时候，它就容易扩散到这里，然后跑到血管去啊。所以后续的追踪治疗当然重要，当然更前一段预防很重要，不要抽烟啊、喝酒啊，生活习惯正常，这还是很重要。我提到戒指啊，您决定要戴在哪一个手指呢？可
可能还是不要戴，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吧。来，你说看，再会。